帅吧？飞天公车来啦！Y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幻化频道，今天回来我们的撞击模拟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图，也是付费的地图，但是我车子没有一次叫出来这么多，但是待会一定会使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车子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Don't Enter， 不要进去，里面呢暗藏了相当多的机关，可不是轻易就能过关的。基本上啊，只有1%才有机会过关。你看，有毒液，有球击，哦，这边还有酸池。哇，这个如果不小心被割到，应该都会GG的，而且相当的长啊，后面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试炼等着我们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用了哪一台车子才可以顺利的从这边过关吧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，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今天呢、就没有再比什么厂牌比较厉害或是比较硬的，今天纯粹就是要开着不一样的车子过关。今天带来的第一台呢是我们的 Honda Civic， 改得非常的酷炫哦。这个是什么图案其实我不晓得，我只觉得它看起来非常下趴，感觉应该会过关吧。走，我们的第一台车子，冲啊！那这个地图我完全都没跑过，所以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晓得。哎呀，怎么感觉速度有点慢？哎呦，有水了。OK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撞到一个假人，撞到一个假人，这里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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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et's go！ 哎 ，OK 哦，好像前轮已经爆了，接下来有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不晓得是什么，好吗？飞跃酸池了，咻，我可以吗？哎，没问题。哦哦 ，Oh my god！差一点点呢，感觉我要过关了呢。下面这一台就帅气了，我们的 Toyota Camry 婚礼车，有没有？还有玫瑰花跟戒指，旁边还有气球。有观众说，不要老是开那么好的车，开一点平常会看到的车嘛。今天他来了，不错吧？说实在，看这种车还是比较习惯哦，因为我们自己开的车也是长这样子。究竟婚礼能不能够顺利的举行呢？就看我们这一波操作啦。来，先来一个遇水直发。哎，前面新郎准备把他载走了啊！哦，完蛋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哇，各位观众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转向来不及啊！下一台，接下来这一台车呢，是有一位干爹叫我特别一定要开的，因为我们上一次的封面呢有放了这一台，但实际上游戏内容里面没有放到这一台。他说他想要看他自己的车 Sentra 被撞到底会变怎么样，今天就让你来看看 Sentra 进去里面到底会变怎么样。出发！我有信心这一台一定会比刚那个还要更好一点点，好不好？这边要闪一点啊，没事做一个假人在那边干嘛？这里不要挤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其实他前面已经被撞成这样子了，哦，无情的碾压！我是不是太急了？你为什么那么着急？下一台是我们的奥迪 RS7， 走走走！哇，好酷哦！它后面这个会升起来呢。好，来慢一点，我觉得这边我们慢一点好了，慢慢过，因为这边不急嘛。毕竟那个水呢，对我们这个车子来说应该是还好。我先过这个铁球关就好，算好时机。过，哦，差一点点呢。好，这边也要顺利的过关，没有被打到。好，来，直接飞了，说不定这一台就过关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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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洗掉。哦 ，Oh my god！ 哇，这是什么树？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，看看我们如何过这个铁球。哎，真的差一点点呢，生死一瞬间呐。好，来，准备从这边过了。那个应该是会发射一些东西弹到我们吧。准备了啊、哦！哇，整个钱包感不见了。慢动作。哦哦，卡到最后这一个呢。哦，倒数第二个。如果没卡到这里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后面就简单多了。哦，下面这一台呢，是我们上一次在玩那个很多台车子一起飞的 GR86。哦，上次这一台没有过关，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够成功的突破。我觉得前面都真的都这样子过就好了，不要冲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哦，毕竟这个不是在比赛，慢慢的就好。我感觉好像过那个水有点加速一样。哦，哇，水，好来了，这里要冲了，这里要冲了。这里就直接油门击败韩道路青菜啦！拜托拜托，一定要过，一定要过！
就让我们过吧，罢了。哎，我发现这里的这个水呢，是让我们跳高的。Oh my god！ 很多人说希望可以看这种第一人称的感觉。来，好，各位，其实第一人称我真是觉得看不到什么。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喜欢往外这样看，看看车子到底变得怎么脆狗狗的。啊，三四来了。接下来呢，不晓得是我们的第几台车，我会不会这样子一直玩，玩到所有的车子都没了，还过不了关？希望这一台就可以过关啦。Let's go！ 引擎咆哮了，打转喽，帅！慢慢慢慢慢慢慢啊，前面帅不得，加油！我对你有信心的。帅！哦哟！全力冲刺，全力冲刺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啊！三四，我觉得这边哦，怎么讲呢？就是马力感觉要够快，才有办法突破这里呀、啊。不然光后面这边跳不过去，就一切都不用讲。OK， 就让我们看看到底如何把 R 34给摧毁掉了。一样都是后面这种尖刺卡住的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！换台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？超跑 ，Let's go！ 但觉得有点滑、欸，不是很好控制。咻！哇，连这边都没在怕的啦，对不对？冲冲冲冲冲！滑了滑了滑了，完蛋了！我觉得这一关还有个重点，就是当你开起来的时候，车头如果往下，基本上也超容易卡住的，有没有？哇！只是在里面拦腰又撞击，哇！整个扭曲掉。说到比快呢，我觉得 GTR 应该是很快了。我那天呢，我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是奥迪的车子在跟 GTR 比，国外的一些道路上嘛，没有限速的结果，还是被 GTR 给海放了。到底能不能过关呢？冲啊！各位，我在猜哦，也许这个速度呢要快一点点。你如果太慢的话，基本上那个速度冲不过去，可能仰角也做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速度要更快。现在来到280级，有没有机会飞呀、啊？差一点点，我们过了，但是不然被这个打到，我们离终点就在这一刻了。我们再给 GTR 一次机会，各位，我们刚刚从起跑点呢就直接加速，这样子应该飞起来的速度会快很多，300多了啦，哦，350级、60级，飞啊！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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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差这里，就差这里，我不差。只要过得了那里呢，基本上就出去了吧？还是后面其实还有？哈哈，我不要，有够难过的啦！过了，拜托让我出去吧！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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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让、yeah! 我们来看下半动作到底是如何过关的，真是厉害啦 ！OK， 直接这样子飞跃了起来。真的是因为哈速度快才有办法呢哦。来看一下这一边。哇，整台车都快变形了！加油，撞！如果没有撞到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可以一台还可以开的 GTR 到达终点。虽然撞个稀巴烂，但是 GTR 居然拖着它疲惫的身态来到了最后的过关点。真的很难呢。各位，那既然都过关了，那一边我们就不再挑战了。我们再度回来之前有挑战过这个跑道，然后有观众说呢，其实我上次的公车没有换到这一台有这种火箭喷射器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用这台试试看，如果装了这个的话，会不会喷得更远？有没有机会来到最后一关呢？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来，准备，它按 T 好像就会喷射吧？真的耶。不过这个也是有那个能量性的，哇，好快哦，顺畅无比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飞起来飞起来！能量还有能量还有！哇哇哇！太可惜了，超远呢，前面几个都 OK 啦，毕竟这个速度可以把它弥补过来的。我们空拍看一下好了，其实很快呢，速度来到280了，300了，来到紫色这一块，感觉就快不行了，有没有？第一个轮子已经飞走了，后面又卡住，整个翘起来了。Oh no！ 哇，零件散飞一地，但是火箭依旧在喷。OK， 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种系列玄武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撞击模拟器再见，下次拜拜。